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phen。那么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我来快速宣传一下我新建的群，还有 Wonderlog 的规则。那么为了让大家能更快的了解我更新视频的资讯，我终于建了一个群来让大家水一下。那么群号大家也可以在屏幕上看到，是416871787。那么人多之后呢，我也会搞各种活动、比赛什么的。不管大家是新人还是聚居，我都非常欢迎你的到来。当然，我也很感谢大家能在YouTube 啊、B 站、优酷等地方来订阅我一下。那么 Wonderlog 呢，是常规 Nuzlocke 的一种变种。Nuzlocke 是国外口袋玩家一种非常常见的挑战，规则基本大同小异，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搜一下就知道了。别用百度，因为百度什么都搜不到。好，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，濒死状态的 PM 是直接当做是死亡的，你就必须把它放生掉。那么如果你队伍中所有东西都已经死亡了，那么你这个挑战就输掉了。第二，你只能抓每一个区域遇到的第一只 PM，而且你必须给那只 PM 一个昵称，因为这样可以增进你和 PM 之间的感情。第三，抓到 PM 之后，你必须把它奇迹掉，所以这个挑战名字叫 Wonderlog 嘛。如果你奇迹掉等级太高的 PM 的话，你可以选择重新把它奇迹掉。第四，这个一般大家叫 Dupes Clause 或者重复条款，得到的 PM 不能是重复的，或者是同一条进化线的。比如说你原来已经曾经得到过一只喷火龙了，那么你就不能再得到一只喷火龙，或者是同一条进化线的小火龙啊、虎恐龙之类的东西，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重新把它奇迹交换。第五，一般大家叫闪光条款，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遇到闪光 PM， 你都可以直接无视上面所有的规则，把它抓了来用。好，那么说了那么多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phen， 欢迎回来，看我的啊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口袋歪视频嘛。今天我们继续做 local 的任务，那么现在是第五章，点错了，妈蛋！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去五楼。那么上一章最后他叫我们去酒店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在酒店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去酒店，在哪？不是这里，我们要找那个谁？为什么这里门都不锁的呢？我们要找那个火系天王，在哪？ OK， 找到了。好，他说我等了你好久，哎呀，好吧，别废话，我现在很生气，直接打，先操我吧。哎，那么想我操你就操吧，你就带着意志想打我。虽然等级跟你差不多，去吧，兄弟。一剑砍死你。OK。噔噔噔。OK， 那么他说是那个，哦，是那个叫啥？那个 Emma 现在的事情是他被一个那个熔岩团，不，那个 Flare 团原来那个科学家搞的。然后我们先要去那个，我们先要击败他。那么击败他的话，我们就要先去那个叫啥秘密基地那里。好吧，怎么你用那么性感的桌子坐在这呢？好吧，那么我们现在去秘密基地。OK， 那么如果我知道秘密基地在哪的话，秘密基地在哪呢？我知道他在那个有，如果没记错，他在那个有精力中心的那个旁边的。那是这里吧，好像是。先去把学米拿出来先。学米呢？我还带了个命运。那么给他升个几级先吧。
好像也是整数技能能学到什么招的吧，我都不知道，心里面查一下。反正雪米对战的话，一共就是从来都是用那么几招的。哎，雪米在 UU 还是不错的，人家 C 粉是100级的，这招是啥？看一下，这招是55级哦，烦恼种子。也不学，那么60级，怎么也得弄到60级吧？闪光雪米还是很好看的。OK，原来91级能学治愈愿望，哎，但是雪米学的招还是少了点，如果再能强一点就好了。哎，如果他不是天恩特性，他绝对不会被禁。他也不是那么强的，其实。当然了，天空形态在欧域真的是很强很强，主要是天能太强了。啊，对，果然是这里。好，那么他已经到了，好，那么他就叫我们跟着进去，好吧，进去吧。然后我们又来到秘密基地了，好，那么这是新的秘密基地，那么在一层特别的层里面，那么就跟这一层很像的，那么我们就要下去去打他。然后他说他跟莱森，他跟那个 Locker 的交易他已经完成了，他叫我们要告诉他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要去秘密那层，就有人挑战我们了，这个女人，哎。L 级，不是，这叫 L 级吗？是 B 级吗？L 级吗？这是什么？哎，居然加，这是 X Special，吃得下吗？一反命运的，应该可以啊。特耐好像还不错的，好吧，当我没说。这东西这些东西的进化在 PU 也不咋地，至少，哎，那个齿轮。出来吃我大弟弟！好，再走。那么我想把它弄成天空形态，但是现在是晚上，然后我又懒得。现在是好像是这部机子说是晚上嘛，但是我又懒得把它改时间了，我不管。OK。那么。充点血先，要保证我的血量。这还是掉的挺多的，因为掉20点血。那么我们就要前进了吧。我操，真他妈难找，这都是啥？这不是那个，这不就跟那个什么很像吗？那个原来那个。对，这简直哦！他也是说那个，这跟那个叫啥？这跟那个上面那层，就是我们第一次搞的时候那层是一模一样的。范达瓦斯，哎，他可以去金刊的呀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有小眼光，那么只能跑了。那谁呢？换火魔吧。又用 X 是吗？这没看清是什么，应该是加速度的吧？不对啊，他你还比我慢。我操！你怕？好吧，盾直接炸了，没炸死，太好了。OK，那么什么东西升级了？哎，可以去 CC 哦，原来是水马，好吧。我突然想到，因为我的哪只东西从我的哪只东西从来没学过 CC 啊，之前死了有好像是猴子吗？
是卢卡，应该是猴子吧，是非常接近可以学 CC 的等级，然后就被我杀掉。这个，我被雪美61级了，我是给他学个那个什么吧，学那个金刚吧。如果我有这个技能机的话。这招是啥？地震，嗯，鬼舞是没有的。赌博，哎，不对，这招是啥？哦，瞎眼光。嗯，他不能学金冲，能抓，嗯，都不行，学不了。我们继续向前走吧。我们要去那个地方，反正。是下去回去。哎呀，为什么不让我上去？嗯，好麻烦，麻烦，麻烦。嘣嘣嘣。那么挑战这个女的吧。Mandibus。Mandibus， 哎呀，好，那么吃过总飞，尼玛，这一点都不疼，哎，大好，这样特防，哎，他的这招是恶波的，那还好，完全打不动我，那么继续总飞，哎，不对，我可以瞎眼光了，为什么不瞎眼光？瞎眼光捡了两记特防之后打的死了已经，这招不一定可以打死，果然没打死，封印。好丑啊！那个这只，他的那个秃鹰，为什么那么丑啊？丑瞎眼光！你看，你看那个眼睛那里，为什么这么恶心啊？好，击败了这位这个女的。我补血，补血。OK， 嗯，应该怎么走呢？好，那么继续打吧。反正这层真没几个人，我们就要去那个地方，不好去啊。很够了。是我瞎眼光，应该可以打死四倍克制，直接带走。哎，电脑不打努力就是愉快。抱抱投水牛，他有没有食草特性的？好像没有吧，是那个，那关键是牛才有迟早的事情。你带走，不，别用大局啊！我操，我宁肯用大局，别用那个混。哎呀，烦啊，就 CT 了。哎，不想逼我上水马，信不信我也用准飞打你？但是我不想 miss， 所以还是砍靠谱，直接砍死你。好，那么3000多经验，嗯，好少，真的好少啊！这3000多至4000经验都不到。不，我有。嗯，刚好我有元气碎片。补满血仙 ，OK， 补满了。反正我不缺这个。药而已。往哪里走呢？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有人看着的地方就是，那个就是。
歪打正着，反正就是。好 ，mark。这，然后我有大地力。这叫声好好听。哎哎 ，fuck！ 我点错了，我点下眼光。尼玛，这好像加特房，对。哎呀，我操！这血根本见不到掉啊！那么大地应该是瞎眼光的四倍伤害，那么两番黑带走了，这是变小垃圾桶死了。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变小，血变好惨啊，就被我这样糟蹋，而且我没几片元气碎片呢，我都没买过，待会去买一些吧。好，那么再走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OK， 那么，哎呦，要回又要复活了。那么我还有三片元气碎片，但是没什么人要打，好像。加特房之后，特房真他妈高。那么回满。那么我们到关键地方，我们要打这个叫 Nix 的人。那么为什么你还问我要不要打呢？就带来了。他叫 Homework， 这么怪这个名字。去吧，兄弟。我觉得这个，虽然我一般很讨厌这个浅绿色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浅绿色真挺好看的呀。闪光，我没带走。满力，闪光真的掉血掉的好快，可是其中一招掉血就是你可以看到对面掉血掉的超级快的一招东西。那么闪光再来一发带走你，好，拜拜。我的交通工具七十八血，哇！鳄鱼，维赫，那么总费带你装逼，总费带你飞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鳄鱼是鳄加地面的吗？好像我以前总是以为地面克地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也没什么黑地面系的会，又没有什么地毒，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以为地面克地面一些。69。OK， 那么他就会让开这条路，哎，然后他就跑了。这游戏这是什么 ？Normal person 都正常人倒不可以进来，但是，他被我抢，他说什么我强行进来，这是非常稀有的一些东西。是一些 Pokeball， 就是某个人的，这都是某个人的那个 Pokeball。哎，我们不是要 specification， 第一是能提高穿那个 Emma 现在穿那件衣服的人提高那个人的叫啥的能力，然后现在可以黑那个叫什么中文啊，我中文翻译好差，叫什么 hack 怎么说，就是可以盗了那个口袋妖怪，像盗号那样，然后就可以迷彩啊，就换叫换颜色吗？ camouflage 中文是啥？ camouflage 是保护色吗？就是让可以换样子啊，然后可以从一个远可以远程控制。好，那么我们好像有几本书要看。然后他们在说那个穿那个人艾玛16岁，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哎，在哪？
机密的机密的的 note 啊，注释。那么 Emma 作为一个帮他做那个做 part time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实际上在干嘛。现在是这里，秘密注释三。那么他叫什么？他成功的远程控制他进行对战。秘密注释五，那么他偷了，他成功偷了那个叫啥？我们之前见到那个黑带的那个叫啥？我们不是看完了吗？他叫我，他还不让我离开，我不是都看完了吗？你都按顺序看吗？都看完了呀。应该有五个注释啊，我们只有看了四个，应该还有一个的。这是二，刚才是一，这是二，四在哪？那么这是三，这远程控制，那么四，这应该是四吧？为什么看不了？为什么不让我看呢？咦？哦，这是四，的那个组合发挥得很好，然后那个 Emma 成功偷偷的进去那个博物馆，偷了那个画什么的，然后他能够成功对战呢。我是说五。我刚才也看了，那成功偷了那个谁的，那个谁的，不是看完了吗？talk to next。OK，那么我们就刚才说话就触发剧情，然后他就可以走了。然后这位那个博士出来了，那么他想让我成为他下一个实验目标，那么他就叫那个这个艾玛出来，那么我们就要进行疯狂的对战了。那他放什么？好吧，诅咒水母。哎呀，我忘了补血，不是我没机会补血了。那种，直接杀死了。噔噔噔噔。那么他用火，那我是上水马。蛾子。哎，我热水快没 PP 了呀！我们还是要打那四五次的。OK。好，那么因为他那个 Emma 不会累，所以就继续打。但是他哪来那么多？你看他每次用不同东西，他哪来那么多那个
那个不同的 Pokemon 吗？哎，扶妖精好像克我一队啊！下一波，就过半了，不错，是什么？哎呀，风暴带走了。哎，还是用水马靠谱吧。这是雪米还是、等级有点太低了。OK， 雪马出现了。哎，这个灵动的绿色真的好好看，灯光。哎，我的水马去哪了？哎呀，哎，让水马出镜一下吧。哎呀，出一下镜，让水马出一下镜。哇，好大只的水马啊！啊啊啊啊！好好出去，好好出完镜了。那么回来继续。那么，哎，大嘴直接砍就好。这个怎么又不是维和的？你这又是害怕开枪的？我们就把水马放在旁边，直接砍死了。OK。嗯，那么 Grimble， 好，那么热水带你走。OK， 那么其实这集还是挺，这集还是挺短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们要跑不同地方比较少一点吧。上一集也没多少啊，估计是现在跟上一集时间差不多呢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打。哎呀，OK， 那么直接砍死。哎呀，居然用了 Faint， 岂有此理！我没有搞错，再次3700就经验人才，哎，我是不是喷了点口水？我好像看到了口水的样子。好，那么他还是要我们继续打，但是这时候 Esper 和 Locke 出现了。好，他是不管了，他说即使我是什么警方什么的，他也不管。好，那么那个 Esper 就用超能力来破坏那个，呀呀，他就用超能力，是不行，然后就让那个衣服出现了点问题。继续，反正还是要继续打。哎呀，然后就好像不能远程控制，这不可能。哦，就是把能量加满什么的，然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打。哎呀，其实如果我们能用这个人，好像这个样子还是挺不错的。哎呀，派出的是叉子虎。那么为了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闪 PP 什么的，那么热血直接哎最后一发了，哎，我没 PP 了居然。拜拜。OK， 不慢。最后一只是啥？那个反转，乌贼。那么我是没有那个 PP 了，那么只能砍了。他好像无奈。对了，他无奈好像，啊，我忘了他无奈特在哪个好了。亲切，才打这么一点，两发可以砍死就好了。但是如果我用热水的话，应该可以直接带走了。对面这只就是狂锤的性格。他为什么不用蛮力呢？如果你用蛮力，还有点机会什么的。好，那么带走。啊，他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哎呀，
这不是inevitable，它叫做放。你没有更多的可以用来战斗的东西啊，快投降吧！OK，那么他关闭了远程控制，然后他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问我为什么你们都在这？他说他跟那个博士一起做一项工作，非常关键的一些工作。好，那么他叫什么？那他们就走了。那么他就说什么？他就说要什么？要被捕了。那都是非常好。那么，但是我先吃个饭，然后就我们说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吧。这个样子也真够丑。他们假设发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今晚吃个饭吧，我将会告诉他什么的。说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他这么好心呢？好，那么应该快到最后一章了，就是叫什么总结？OK。哎呀妈！哎，他问我怎么样，是我，他又要叫我过去。然后剩下也好像就是跑去不同地方了吧。OK，我没了。但是终于是时候来了，那个 Loki 好像离开了医院了。那么他好像说，有一封信给他的，我们看一下吧。啊，没太神秘。啊，没太神，我三个非常好的朋友。我叫什么？怎么跟你说？怎么翻译啊？我不好意思，我要用信给你，但是信告诉你这些信息。我不是一个侦探，我是一个国际警察。这个 case 就结束了呀。那么我没有去医院什么的。好，我在卡洛斯的任务结束了，我也要走了。那么，谢谢一切，什么之类，我永远不止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那么，pain sans défaut，那么你们要自己对照顾好自己。好，那么我亲爱的 Emma。我亲爱的，我小小的 Esper，那么，我买下了这栋楼，然后把就住在这里就好了。然后他就哭了，什么的吧，然后他就跑出去了。哟，逃跑！哎，他在什么地方见到他来着？你就不理我。啊，我们去那个 museum，我们就可以去博物馆。博物馆，下面的。OK，博物馆。哎，我怎么多了那么多钱？我操，打那些人也真多钱呢。在哪？在哪？博物馆。那么我这次终于知道从右边进去了。为什么法国人不是应该从左边进去的吗？真是。
快结束了。哎，这幅画回来呀？其实我们也要找谁来着？我们来到了三楼，我们要去找，我们要去找那个。应该就是他了，他什么都没告诉我好像。OK， 那么我们不是应该就要出去了？你说这么大个博物馆就没两个人，怎么维持生计呢？可能有些什么人捐款吧。哦，不对，我们应该跟他说话。啊，一直在看的是，谁托给他们是太阳师傅。嗯，啊，我今天刚见到那个洛克，然后他好像刚离开了。OK， 那么我继续说话。那么 Emma， 他跑就是 Emma。那么我收到那个博士给我们的一个 message，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 Lysandra 的咖啡店。好的，哎，终于快结束了。真的，虽然我觉得卢米欧斯的概念很好，但是还需要很多的改进方面的地方。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我总觉得有点混乱。可能想法是好的，但是可以有更好的感情。好，那么他们就来。为什么用这个音乐他都被捕了？好，我知道我这是错的什么的，然后我不该这么干。哎，然后他就艾玛就进来了啊，然后他说什么谢谢你 Luca， 我亲爱的Miss Webelladoni， 也他谢谢巴特，我非常爱你啊！我非常会想你的。为什么你要离开呀？啊，我非对不起啊。没可没事的啦，可以不嘞？谁发 party 的吗？哦，对，我是一个国际警察，我要去不同的地方，保持维护正义。然后，我非常开心。来到了卡洛斯这里，然后呢？杜纳里也有些阿费图，莫伊这里是切尔西的比利登先生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啊？我可以帮助这个那个，我帮助你干嘛侦探的工作。”他说：“不好，不行。”但是，哎，我让你成为了这个，让你成为这个地方的。叫什么？你不能跟我一起走，但是我可以让你在这个地方干活，就是你去帮我继续经营着这个地方。哎呀，神翻译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这个就说，他说你就会成为新的这个 Look 调查局的新局长。然后他就把我。Pokemon， 我把我的 Pokemon 也给你吧，然后还有那件衣服，哎呀，我中文翻译真的好烂啊，中文真的好差。好，那么顺便，然后我把那个遥控的功能放弃，遥控的功能干取出来了。好，这是就说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去坐火车去了。好，他就走了，拜拜，他们一起走，非常伤心啊。但是挺好看的呀 ，Miss you off， 谢谢，再见。然后就没了，发了。我们有些什么新的计划呢？他们都，
他非常开心啊。然后他说他们要一起对战什么的。好，那么最后结束了，那么那个 Locke 也走了，然后就没了。好了，非常辛苦啊，翻译的。那么好像，Il y a ne pas beaucoup de travail à ici aujourd'hui。今天那个局里面没什么看，没什么要干，非常轻松的一天。那么，我们找不到，我们好像没什么东西要做的，就没了。好吧，那么，好吧，我们就没什么了。哦，还是非常辛苦啊，打的，主要是翻译的好辛苦啊。那么这就没了。终于洛克的任务也是结束了呀，那么下一章开始的话，我就要剩下就抓这个神兽，然后这个 XY 就彻底的结束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得首先得抓得到那个鸟才行，那个三鸟大家也知道是多难遇到的，应该是，等一下我都忘了去哪条道路比较好遇来着，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那么这期就这样先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么下期我们去抓神兽喽，拜拜。